噔噔，什么东西那个特效是？给空间，我操！不不不不不，咱们好好聊聊啊！我最后一盘那是给空间，我很负责任的说一句，最后一盘说我给空间的，纯属他妈不会看狼人杀，不看不懂狼人杀。我最后一盘还给空间了，太夸张了。我最后一盘还给空间，我给啥空间？我操，这是什么呀？吓人！我都把警徽流改到五了，我还给空间，太夸张了！我警徽流留的五，我都不验三了，还给空间？我他妈警徽流验三的，不就没法读三了吗？我警徽流留三。女巫一定读不了三了呀，女巫可不可能读我警徽流里边的人啊？我把警徽流都改五了，我话里话外说三十郎，我当时想了想，我想这盘可能有机械女巫 ，KS 那个话说的挺他妈明白的了，这盘有机械女巫，然后呢，我是觉着夜里一会吃刀，我还能怎么说话？我说这盘狼人夜里会砍一。我那意思就是让守卫夜里去盾一，然后我说要验三，我说上把就是狼查杀狼，我说这把也有可能狼查杀狼，但是我一想不对，因为如果我去验了三，女巫有可能读错人，那我心想那还是别验三了，我让女巫把三读了就完了，我就去验了五，结果他妈九号把老子读了，那你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叫给空间了，你们他妈会不是你们啊，那些说我给空间的人他妈都是不懂狼人杀，听不懂发言啊！我就还给空间了，那我吃毒了，那不是我的问题，对不对？那我吃毒了，跟我，而且你要是站边，你要是毒我，说明你站边十，你站边的十就得毒三，不能毒七，对不对？我没给空间呀，问题是我没给空间呀，这什么帽子都是。那听不懂我发言那怎么办呢？那无所谓啊。我不知道啊，我的话都说得很明白了。我说今天晚上狼人会去砍一号，那守卫不守一也没办法呀。但其实一号死了就死了，一号带队人了，我们从结果论来讲，陈明俊带队人了呀，对不对？那他听不懂发言，那就是他们的问题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也没关系。不是，你正常来讲是读不到我，你可以压读啊，对吧？荣耀今天是肯定他妈读不到我的，因为你要是站十的边，你就读三；你站七的边，你就去，那也读不了七啊。你可以把十二读了呀，对吧？你今天可以把十二读了呀，女巫可以读十二啊，为什么不读十二啊？我要是警徽流留三，一定读不了三了呀。我一想，那我要警徽流留三太给狼人面子了，我太给狼人空间了，我想算了，我就验个好人吧，因为五号压手了，我就验个五号，别他们把五号给出了，我就验了个五，我验五不就是为了让女巫去读三吗？我就不把三放我警徽流里了，我当时想了想，那女巫没人读了，如果验三，我就把三放那了，对不对？那这跟我我没懂，那些说我给空间的人不是，我没太理解这是啥意思。我正是因为不给，我正是觉得这盘不能再给空间了，我就把警徽流改到五了。我警徽流验三，女巫就读不到三了，太夸张了，还说我给空间，那不行，没有给空间。这太夸张了，这确实读不到我。不，这东西确实读不到我呀。站，如果认为我是狼的话，一定也是先优先读三呀。对不对？我刚开始三五顺验，后来改成五三了，因为我，
因为我聊着聊着发现，如果我是三五顺验，他就读不了三了。我想算了，我赶紧五三顺验吧，然后我就五三顺验了呀。怎么说？谁认机械女巫了？谁认机械女巫了？凯斯在发言的时候，他认机械女巫，他也没用。凯斯就说这盘。凯斯就说这盘大概率有机械女巫，我也不能靠这个就把六号归了。我那时候感觉有机械女巫，但我也不确定它一定是。你这个东西那就强人所难了。啊，谢谢喵羊肉气球。荣耀的意思就是说我有可能是个机械猎人，所以要读那不可能，不可能。这盘就不是机械猎人。那没办法了呀，那这东西那找不到三十狼也没办法。其实十二号已经把狼都点完了，王宝宝已经把狼都点完了，王宝宝点的十三四十，王宝宝第一轮点的三四十嘛。不读这盘荣耀肯定背血锅，你按照读人的轮次来讲读不到七，你信十要读三，对不对？你这最简单一个道理，信十要读三的，你没有必要读七呀、啊，对吧？这是最简单的一个道理。这盘你要是信你比如说你是站边十的嘛，对吧？荣耀是投谁来的？反正他站边十的，荣耀站边十，你就晚上把三读了呀，对吧？当时我看荣耀站错边，我还挺高兴，我也想。因为我当时视野里面认为荣耀是站边十的，他认为十，那他晚上肯定去读三了，我就不把警徽流验三了。而且其实我警徽流验谁根本就没关系，因为荣耀就没认我是通灵师，荣耀没认我这喵羊的保时捷，荣耀不认我是通灵师，那么他认十号是通灵，就不会在意我的警徽流，他就应该去读三，对不对？哎。跟我警徽流没关系，因为女巫压根就没认我是通灵师，对吧？那这东西没办法。谢谢 Miro 的那个万象烟花，谢谢小七彩的热气球，谢谢 Bug 的保时捷。五号那时候也无所谓了呀，五号那时候已经没了呀，五号那时候已经炸了，而且晚上一定去砍一呀、啊，他们一定会去砍陈明俊的，因为他们觉得陈明俊带不对人。牛肉干最后要出酒，太夸张了！哎呀，哎，他们还真砍一，太夸张了。不，按照这个游戏来讲，轮次上来讲，女巫一定是要优先去读三，不是读七的。这个没得洗，这个东西确实没得洗。因为女巫作为一张女巫牌来讲，你的站边是根据你的那个投票来的嘛，对吧？荣耀刚开始站边十出的谁啊？出的三是吧？对，那你就读夜里就读三呗。我看荣耀读三我还挺高兴，我说明这个站错边还能把狼读了，结果把我读了，这太夸张了。太夸张了，月轮是毒人了，我他妈昨天没用力好好玩吗？我昨天用力好好玩了，我昨天把 KS 双刀狼给归出去，我还不用力好好玩，我超级用力好好玩，我这盘怪我是太夸张了吧？这盘怪我太夸张了吧？这盘最后输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
嘟嘟嘟嘟嘟。一号如果说我是平民，我就给他退水了。他说我是狼，一号说我是猎人，我就没有办法给他退水，你们懂吗？因为一号说我是猎人，那么反水就一定知道我是真通灵，他就会归我，他就会认为一号是那个反水的发言，就会说一号是机械狼枪，他就归我，找个辙。我如果出去开不了枪，我就歇逼了。如果出我开不了枪，我就歇了。好多人都黑屏了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倒没见过啊，好多人都说了黑屏是怎么了，这个东西确实啊。谢谢可不是科科的热气球啊。三号很好找呀，三号裸在台面上了呀，三和十二里面会开一狼的呀。对，九号目前来讲是天天来的，因为有常驻合同，除非荣耀自己哪天说想请假了，身体不舒服，他不来了。那但是抛开这个情况，都会邀请荣耀来的。这个东西是这样的。哎呀，我看一下啊。我不太想把话说明白，因为把话说明白没意思呀。把话说明白没意思，然后没必要那个把话说明白啊。我不喜欢说明白，如果我每盘都说明白，这游戏没法看了，对吧？嘉宾进步一下，你说的谁告诉你狼人杀能进步的呀？啊，狼人杀这个游戏每个人都能进步吗？不是吧，狼人杀是一个天赋游戏，不是说你玩的多复盘多你就能进步。有的人这辈子你让他玩一万局狼人杀他还是个菜逼，有的人天生玩狼人杀就很厉害。所以狼人杀这个游戏并不是说你想让他进步就能进步的，甚至有的人刚开始很厉害，他想当高配，玩着玩着就变成菜逼了，你知道吧？狼人杀这个游戏不同于其他项目，很夸张。狼人杀这个东西，你懂吗？你们不懂吧？有的人就不太，有的人是越玩越菜，有的人是越玩越厉害，不一样的，不一样。也我没说嘴大啊，我没说嘴大啊，谢谢不吃瓜的爆米花的热气球，谢谢不吃瓜的，我没说潘金啊，你们不要，我觉得潘那个，我觉得嘴大挺厉害的。王耿进有什么进步？你们这不是还是一样被骗吗？王耿有什么进步的？那耿雪儿就是没想骗他，耿雪儿想骗他，随时可以骗他，真别说耿雪儿进步，随便骗，哎，真的就是，只是我还没想骗他，哎，那几个人我随便骗。什么王宝宝 KS 这些人想骗就随便骗，真没想骗他们。谢谢无良工程师的热气球，随便骗，没有谁骗不了，只是得费点劲，知道吗？得费点劲。会很累。哎呀。现在停的热气球啊，现在停的热气球。谢谢 HOLA 的这个羊羔仔仔。
谢谢默默默鱼的羊羔仔仔。王宝宝也好骗呀，王宝宝也好骗。哇，太夸张了，这还有怪我的，这肯定怪不了我，最后一盘肯定怪不了我，发言太好了，我发言太好了。 KS 最后是不是认王成龙是那个了？ KS 最后是不是认王成龙是狼了？是吗？ KS 有认王成龙是狼吗？我回来没看，但我觉得 KS 这盘应该会觉得王宝宝是他的狼同伴。哎呦，对吧？对，因为他的狼坑如果排出了三，那他就是那个，对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给过多空间给了，也还好吧。谢谢车车的等待花开。叉狼当狼叉叉狼没有必要全点了吧，对不对？狼叉叉狼没有必要全点了呀，对吧？你没有必要上来把人家狼叉叉狼全点在台面上，然后点在台面上没意义。如果每盘狼人都靠我拿，好像说每盘狼人都靠我找的话，好像也没意思吧？那不，但是他们。也没有什么问题啊。他们要自己找呀，他们要自己去找三呀，为什么要让我找呢？对不对？你看啊，这盘我去五三顺验，我去五三顺验，我也是在找三呀。那别让我死不就完了吗？对不对？你这盘下去，你甭管我给不给空间，我是没想到我会死的。因为这盘正常情况下，我作为通灵手死不了，他们不敢刀我的。那我被毒了，我验不了三了，那没办法。那我没办法。我保三不保三不在于这盘输赢，你们懂吗？因为我就算保了三，我发了五金水，我这轮也会归三。但是我被毒了，我没法发言了，你能懂吗？所以那你们，那我们就来聊聊这盘到底是女巫的问题还是通灵师的问题。女巫把我毒了，我没法说话了，那你说怪谁呢？因为我不觉得我会死，因为狼刀肯定砍一，一号开枪不会带我七，所以我就一定不会死。女巫不会毒我七，她信十一定会毒三，但是我被毒了，我会点三，但不是在第一轮点，懂吗？懂这个道理吗？那我给空间你们血压高，那你们去找让你们血压高的人。你们血压高不是我造成的，你们之所以血压高是因为女巫读错了通灵师，你们去找女巫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狼人每轮点，不是每轮我在轮次里面点个狼就可以了，我为什么要把九号，我为什么要把四张狼全给你们点了，对不对？我选了这些人我就要负责，我选了这些人我就要负责。嗯，那你这么说就有点强人所难了，对吧？你不能说这十二个人是我选的，然后他们犯错你也来喷我，那你这个太夸张，那你就不讲道理了，对不对？你说那你按照你这个逻辑来讲，竞争大师赛十二个人都是老子选的，我选完之后那肯定每天都有人犯错吧，那你不能说有个人犯错你就喷我，有个人犯错你就喷我，那不合适。嗯，不合适。这你这样说就有点强人所难了，对不对？你就硬甩锅了。六毒的我，六不可能毒我呀，六号肯定去毒守卫呀，或者去毒那个女巫，知道吧？六号一定会去毒守卫或者女巫，
这是正常的，他不会去读我。怎么说？有人选 C 不给我刷礼物，真别说了，我选 C 都没人刷礼物。你看，我昨天最后一盘，咱哥们儿算是拯救全世界吧，我跳猎人把双刀狼 KS 归了吧，也没礼物呀，对不对？也没礼物。所以我没有什么很大动力去学 C 啊什么的，就这样吧。因为我觉得平衡一下局势挺好的，关键时候学 C 一把，因为没有什么直观感受。你看我昨天最后一把，不，这个东西是这样，当你经常学 C 了之后，当你经常学 C 了，它就是一种常态了。你像我昨天跳猎人归双刀狼 KS 算是拯救世界性的翻盘，但是也没礼物，也没有人说我多厉害，所以没必要，我自己投对了就完了。什么意思？那我能找到狼叉叉狼，别人找不到，那不好意思，那跟我也没关系，对不对？谢谢一梦的羊羔仔仔，谢谢东风无恒环夏天不开空调的热气球的热气球，对热气球。流量和我发不发力，不成主要关系，因为流量这个东西我已经深入研究过这个流量数据问题了。谢谢噗噗的羊羔仔仔。所以这个东西啊是这样的，因为首先我可以血 C， 我可以把把血 C， 如果你们想看血 C， 我可以把把血 C 啊，他们什么倒钩什么阴阳倒钩没用啊，在我眼里没用啊，那么不好玩啊，节目不好看啊，我可以血 C 啊。我昨天也 C 了，但是没什么意思啊，对吧？是不是？第一天归不了六，谢谢夏天不开空调和那个图雅将军的热气球。第一天归不了六的呀，对吧？我归六，首先小狼可以自爆，其次我没有必要归六，对吧？你归六，你首先，而且我都不确定六号是什么呀，对吧？第一把有意思呀，那可不吗？而且啊，你说那些。而且我跟你们说啊，咱们心平气和的说实话，首先这盘我是否给空间，那盘今天这盘荣耀作为一张女巫，他放逐投票投的是三，荣耀作为女巫啊，他认为三十郎他投的三，对吧？这个你们懂吧？我作为一张女巫，或者我作为一张通灵，我看荣耀投的是三，他是女巫啊，他投的三是不是他觉得三十郎，你都别管别的东西，他认为三十郎是不是荣耀就会夜里去毒三。我的警徽流我觉得三不好，我留的是三五，我留完三五之后，我突然想到了荣耀这盘有可能是女巫，他有可能夜里想读三，但是如果荣耀认出我是通灵，他会不会就不读三了？因为我的第一警徽流是三，我特意把警徽流改成了五和三，那些人呢就认为我给空间了啊。那可以说给不给空间的问题。谢谢喵羊的等待花开，这个东西我自己认为那他们呢就硬性解读说我给空间，这也无所谓，因为我给不给空间我自己 乐意啊。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我玩狼人杀必须要给空间，因为如果我玩狼人杀不给空间，那么以后我拿狼人就没法玩，这个问题也说很多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问题我也说了很多很多次了，如果我 JY 作为一张好人牌，我永远不给狼人空间，以后我拿狼就没法玩了，我点错一点身份我就被人抓到了，所以我在给别人空间的时候，我也是在给自己拿狼拿空间。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啊？希望你们能懂。我希望你们能懂。
八八给空间没有吧？我昨天最后一盘你是不是没看呀？啊，我昨天最后一盘你是没看吗？来来来，我问问，我昨天最后一盘给空间了吗？说话，快快快快快！来，我问问你，那个53级的叫孟君墨的兄弟，来，我昨天最后一盘通灵师给空间了吗？你说我八八给空间，来，我问问你，我昨天最后一盘我给空间了吗？说话，快点告诉我，我昨天最后一盘。昨天做一盘我给没给空间，所以该给我就给，我心情好了就给空间了。我觉得我突然之间想赢了，我就不给空间了，就是这意思。谢谢流水落花小桥人家的羊羔仔仔，谢谢 DYEPNUH 的花海泛舟。对啊，所以我昨天也没给空间。如果每一把都靠我，那有什么用啊？谢谢夏天的阳光仔仔，太夸张了，你还看了？太夸张了，你昨天还看了？我操！你身为一个抖音53级的用户，你妈昨天看了，然后你现在没有我牌子，太夸张了，更不给空间了。不，更得给空间，没用，毕竟没有。我操！我昨天最后一把也太 C 了，我昨天最后 那把那么 C， 牌子都没有。怎么说？谢谢欧皇哥的阳光仔仔。这个游戏啊，还是从站边开始啊，你得有基础。行了，打个分啊，今天打个分就溜了，我今天很困。我想想啊，那个一号玩家是谁？陈明俊啊，陈明俊第一把是什么玩意儿来的？是个，谢谢 Baymax 的热气球，谢谢别管我的怦然心动。第一盘陈明俊是什么玩意儿来的？他是个好人吧？但是好人，反正第一盘全被我骗了，我感觉第一盘就没什么站对边的好人啊。陈明俊啊，但是我觉得第一把陈明俊是平平无奇的、哦、我觉得第一把陈明俊好人平平无奇的，因为是舒雅信归了三，所以第一把陈明俊是平平无奇，第二把陈明俊是站错边的，那就是，而且五的稀碎，那就是啥也不是。第三把没有，我不是喷人家50多级的，我只是说嘛，我只是说这个事儿，就是这个东西我没有每天都给空间啊。杰瑞想的热气球，第三把猎人，哦，第三把陈明俊开枪带了舒雅信是可圈可点的，真的，陈明俊开枪能崩对舒雅信是可圈可点的。那么我们评分是舒雅信今天陈明俊今天可以得个62分啊，挺好的。猎人这个。不，这第一盘开枪带我已经很晚了，那时候我的不，他第一盘哦，第一盘平平无奇吧，第一盘他开枪带我也是平平无奇的，因为我已经说他是狼了，他带我不加分的啊。二号玩家郭小伟第一盘狼人分票有待提升，这个肯定是错的，他分票是错的，谢谢 bug 的那个跑车，郭小伟分票是错的。然后第二盘郭小伟站对边啊，还算是可圈可点。第三盘平平无奇，郭小伟今天能得个62分吧？给个郭小伟61分啊！郭小伟给个62分吧，62分啊！哎呀，耀子今天确实不该赌，不真别说了，不该赌。点四狼那个，其实我是觉得是懵的啊，我自己个人认为郭小伟那个点四狼是懵的，我觉得不太，你要按我打分的话，我不太会给他一个很高的分数，但是
你们要是这么认为的话，63分吧，63分吧，郭晓伟63分，不是那个是没办法的，65不可能，郭晓伟肯定到不了65，今天最多给个63分啊，63分啊，那个点子好像是蒙的，他没有说出为什么，他只是瞎点的，他没有说出很关键的逻辑，你知道吗？蒙的，我感觉是蒙的，然后给个63分吧，好吧，3号耿雪儿。第一盘女巫独钓预言家，啥也不是。第二盘耿雪儿预言家发言，确实不错啊。第二盘算是第二盘耿雪儿预言家发言，我觉得可圈可点的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他在聊牛肉干的那个逻辑那个发言的输出是非常强的。你们看啊，其实耿雪儿现在他之所以强，你看耿雪儿现在已经是成为场上为数不多耐心讲逻辑的女玩家了，她是唯一一个，你们发现了吗？耿雪儿现在是场上，我听下来是作为女玩家里面讲逻辑输出最多的，就是每个人的逻辑输出耿雪儿的输出是最多的，你甭管她是好人还是坏人，她的逻辑输出是最多的。所以三号人家第二盘的预言家发言是不错的，给个可圈可点嘛。最后一盘耿雪儿是什么？狼人。最后一盘，你说最后一盘三号，这是功劳归他吗？圈圈不是，圈圈现在发言已经没有逻辑了。圈圈现在的发言已经都是心态和坐标了。逻辑少了一些，圈圈现在发言不是很多逻辑输出了，真的。第三盘平平无奇吧，耿雪儿。第一盘读预言家，第二盘发言，给耿雪儿个61分吧。给耿雪儿个61分吧，好吧。给耿雪儿61分，并不是说他的能力比小郭差，而是跟他自己做对比的这个评分。我们这个评分呢，大家不要横向对比。你比如说郭晓伟是63，耿雪儿61，那么耿雪儿就比郭晓伟差吗？也不是，只是他的发挥对于他自己而言，今天没有发挥的那么好。你们能理解吗？你们别一会儿去超话就说什么，我告诉你们，戴氏这个人就是偏心郭晓伟，不喜欢耿雪儿，打分给耿雪儿打61分，懂我意思吗？徐姐逻辑输出都很多，我跟你们说实话，徐姐都是有逻辑输出的，真的，你们不懂。逻辑输出就是告诉为什么我给出这个答案。你看现在我和王宝宝逻辑输出就很少。说实话，像牛肉干、KS、耿雪儿他们的发言的逻辑输出比我和王宝宝多得多。多得多。因为我和王宝宝基本上就是连着答案带为什么全都不说。但是为什么我会这样做？因为我第一我懒。第一我懒着去说这些。第二呢，我拿好人的时候不说，我拿狼人的时候也不用硬编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说，你们自己猜去吧。这样好不好呢？就那样。但是我在关键的发力的时候我会说，因为我想赢了我就会编逻辑了。我无论是拿狼人的时候还是拿好人的时候，我的逻辑输出就是满分，真的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真正能够听逻辑的，我比他们强太多了，真的。我的逻辑输出真的，只要我盘逻辑，那我的逻辑输出最好，只是我平时懒着说。王宝宝跟我有点不一样，王宝宝呢，他也不说，但是呢，他是想说，说不明白。王宝宝是有的时候急了，他急，他笨，他嘴笨，他说不出来，叽里咕噜，他能说出个40%-50%。我呢是懒，说个一半。我跟王宝宝是这样的，对，他着急，王宝宝是
着急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有的时候通过一些东西定的人身份，我不能直接这么说。我通过那些东西直接定的人身份，我不能直接说，我得绕个弯，好吧？耿雪儿今天61啊，嗯，4号人家舒雅信，我的天哪，今天舒老师太夸张了。今天舒雅信第一天归3号女巫，绝对是愚蠢之极，愚蠢之极。今天舒老师背血过，舒老师第一盘预言家归女巫，一定是预言家的问题。就是今天第一盘舒雅信归了3，我就知道这盘一定赢了。那我们正常来讲，舒老师今天第一盘确实是背血过了，但是也中计了，也是中我的计谋。因为我当时给耿雪儿发金水，就是为了让人盘那个，但是没想到舒老师这么猛，直接就归三，归完三我都笑得不行了，我都忍不住了。我真有逻辑，我不是光给答案。我平时谢谢漂泊的热气球，我盘逻辑的时候，我很少，但我真的发力的时候，我是盘逻辑的。你们注意看看我血 C 的那几把，我是真的盘逻辑的。舒老师超级大爆炸，但是确实是被我算计了。第二把舒老师没什么太大问题，夜里被砍了。嗯，就投了个票，平平无奇。第三把舒老师狼人被带了，也平平无奇。舒老师今天感觉背了一把锅就白来。那么舒老师今天得分55分，54分吧，54分。但是舒老师今天比较帅，给个加个一分吧，55。谢谢夏天。哎呀，让我看看。这是谁？夏天不开空调的抖音号，谢谢，感谢。谢谢夏天不开空调的抖音号啊。哦，第二盘读了个外置位引狼12号，哦，这个是，哦，这个是，他读的12号很关键的。那么舒老师第二盘可圈可点，哦，那他分高了，那他分今天他能58分，给舒雅信打个58分，我忘了，这个给舒雅信打个58分。58分是可以的，他读了个12，他这个12读得很好，又是小狼，又是一张倒钩狼，他读了倒钩狼12号，嗯，还可以。孙雪宁第一把狼混啊，算混到狼了什么的，第一把玩的还可以，算是那个我不能给可圈可点，因为第一把纯是7号玩家非常厉害，嗯，那么给个什么呢？出类拔萃是可以的。第二盘孙雪宁好人平平无奇。第三盘其实我觉得也是平平无奇的。你们看孙雪宁，你们是觉得他发言不太会玩，但是对于他一个演员来讲，我觉得玩成这样也还行了。我觉得孙雪宁给个三把给个60差不多，没有什么太明显的这个差别啊。六号加 KS 第一把作为狼同伴，算是出类拔萃吧，发言什么的，就是给我打辅助，嗯，算是可以的。第二把 KS 狼人牌比较无奈，因为他是那个平平无奇的。第三把 KS 可以说是，我想想。第三把对于 KS 混机械女巫读守卫，感觉也没有特别惊为天人吧。我觉得给 KS 打惊为天人，第三把对于其实樱木的热气球有点过高了。那么呢，它又不是普通通的可圈可点，那我们需要找一个可圈可点和惊为天人中间的一档。这个东西不 ，KS 是有实力找选女巫读守卫的。让我想想看啊，词穷了，坏了，那就只能给 KS 敬为天人了。我他妈想不出别的词儿了，我就只能给 KS 敬为天人了。那 KS 今天的得分就有可能就要高了，那 KS 今天能给个67分了，67到68了，因为他第一盘也还可以。第二盘是躺输，是平平无奇的。今天 KS 有可能是67到68，认错队友不算，我词穷了。那 KS 直接给个68吧，啊，
七号玩家不多说了，七号玩家太 C 了。今天首先，七号玩家首先第一盘身为狼队友啊，不，第一盘身为狼人，果断归到自己发言不好的十二号同伴。七号玩家第一天直接索性啊，这个叫什么壁虎断尾，直接索性归掉了自己发言非常差的十二号，取得了场上所有人的信任，骗的这个什么场上女高配、女 JY 站错边、独钓什么预言家。就简直是超级无敌大血 C 啊，血血 C， 就光第一盘七号玩家今天的分就已经超过100分了。那么第二把七号玩家啊，精准找到狼叉狼啊，这个算是什么呢？算是天神下凡吧，只能算是上来就找到狼叉狼了啊、天神下凡。第三把同样七号玩家也找到狼叉狼了，也是属于天神下凡。嗯，而且七号玩家第三把故意不给狼队空间，把这个狼叉狼的这个狼人从警徽流的第一警徽流改到了第二警徽流，太夸张了。七号玩家今天100分。八号玩家第一把是站对边的啊，禁言了这个预言家啊，禁言了憨俏狼。牛肉干那时候禁言非常夸张，他要不禁言我能把他们忽悠瘸了，真的。第一盘老子要能说话我能把他们忽悠瘸了，真的，一个都跑不了。可惜。那么八号玩家第一盘算是出类拔萃，八号玩家第二把是干嘛了？八号玩家第二把是八号玩家第二把干嘛了？狼叉杀狼，平平无奇，这个战术不奏效。第三把八号玩家平平无奇啊！谢谢子怡的保时捷，八号玩家今天62分啊。九号玩家荣耀 Fury 啊，荣耀 Fury 第一盘站错边，第一盘分票，九号玩家第一盘分票投的是七。不行，九号玩家第一盘你还没法说他。因为九号玩家第一盘是投对的七，你还得给他一个出类拔萃，因为他确实投的是狼。从结果论上来讲，人家投的是狼，太夸张了。九号玩家第一盘是出类拔萃的，第二盘是平平无奇的啊。第三盘，愚蠢之极，直接给个55分，不行。这个愚蠢的太多了，给个52分，给荣耀个52分。但是，这个今天小谢谢山里的熊宝的羊羔仔仔，但是今天的这个黑西服还挺帅的，加个一分，53分，不行，不能是啥也不是，那肯定是愚蠢之极，啥也不是不行，愚蠢之极。妆造加一分，给个53分，不多说。十号玩家刘凡水第一盘投三，投三有待提升，因为不能全怪刘凡水，因为预言家归的三。刘凡水第一天投三啊，但是不能洗啊。但是我认为的这个玩家，你不能说你站对边了，预言家归存你的归存，那不行。第一盘刘凡水是有待提升。第二盘刘凡水拿个哦，第二盘刘凡水出类拔萃，因为他上来就盘出了那个狼叉狼，可圈可点吧。刘凡水第二盘，第三盘悍跳，刘凡水悍跳发言跟七号玩家没得比，因为他对手太强大了。十号玩家平平无奇吧，不是，那你这但是怎么说呀？你说荣耀是被刘凡水骗的，也有他也有功劳，那也给个出类拔萃吧。哎呀，刘凡水两把出类拔萃，一把有待提升，63分，给刘凡水个63分吧，好吧，骗了女巫，骗了守卫，太夸张了。
CJJ 啊 ，CJJ 第一天站错边，给他来个有待提升。第二把假面被 DQ， 任狼有待提升。第三盘守卫不守一号，还站错边，啥也不是。陈俊杰今天50，给个56分。但是陈俊杰今天的衣服确实穿的少，值得鼓励。赛前我直接还没开始比赛的时候，我见上他，我就说今天再给你加2分。那么陈俊杰今天算上这个服装分数58分。12号王成龙第一盘险些这个拉爆狼团队，但是靠着7号强大的队友带躺啊，平平无奇。第二盘王成龙狼人被施雅信直接抓到，平平无奇。第三盘王成龙好人悍跳机械女巫，扰乱预言家视角，这个有待提升。所以王成龙今天得分是59分，但是他 cos 了大蟒蛇加1分，王成龙今天是60分啊，王成龙今天是60。我操，我现在打分，老子现在打分每天这个通过每天的打分越来越公正了，真的越来越公正了。我不懂我为什么我现在打分这么公正，我就公正的可怕，我每天的打分太夸张了，我每天的打分越来越公正了，我真的巨恐怖。我现在我这打分就挑不出一点毛病，我现在0.5分的分差都没有，真的。哎呀，太夸张了，是真的。别给徐姐打分了，人家徐姐来救场的，真别打分了，今天没法过。要不是你们要不让人家徐姐来，今天都没有了。帽子加什么分？帽子加不了，帽子加不了。徐杰法官啊，一般般吧，一般般，有待提升吧，徐杰法官。但是得感谢那个玄宇啊，这是人家今天来补位的法官，你得感谢人家，不然你这个说不清楚，对吧？你得感谢人家玄宇。为啥老黑屏？我问问吧。其实你要是千分制的话，我觉得今天七号玩家的评分应该是720分，如果就千分制，但是我因为满分定的就是100嘛，就100分就100分了。昨天七号玩家千分制应该是940分，今天应该是720分，还是应该跟昨天是不一样的。但没办法，满分就100分，我就100分了。没有办法跟你们细细讲解为什么我如此高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办法跟你们细细讲解，哎呀，我这全是细节，你们都不懂，你们都不懂。王宝宝第一把 C 个屁呀！我都在骗耿雪儿了，他非得跳个牛，哎呀，真别说，怎么不会？王宝，
王宝宝还是练练打野吧。哎呀，这怎么太夸张了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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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郭小伟做什么起风了？明天下午啊，3点英雄联盟手游啊，明天下午3点英雄联盟手游，挺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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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的最近又胖，吃的。明天下午4个队一起打，谢谢卢卡斯的那个什么东西。4个队一起打，明天4个队一起打。9局啊，下午3点开始，明天打9局。段友不玩了，没法直播。谢谢卢卡斯比鸟啊，法官的麦我们知道，会给大家弄一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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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有摄像头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还要露脸？嗯，我干嘛不露脸？等会儿啊。哦，我可以给你打开摄像头。我是可以露脸，我得让你看见我呀。啊，没出墙，可以。是。那我得这样看。哇、哦，美颜暴击！我靠，戴师，我今天看见新盘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玩意儿？我咱俩简直就是绝配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假的呀？怎么什么星盘啊？两口子没手机呀、啊？啥意思？什么星盘？就是你那个打 BK 能放大吗？放不了大。就是，哎，我应该找一个架子。就是那个星盘，你不知道吗？哇，你都不知道星盘吗？太夸张了！哎，我上升星座天秤座，我的天哪，俩天秤座，咱家得纠结到什么样啊？哦，这还弄得上升，哼！那肯定看上升啊，这种东西根本就不准，你知道？不要在乎这些东西全，哎呀，这些东西有。但是我的主星盘还是天蝎，我可太天蝎了。哦，我呢？但是你知道，一般天蝎座的人，周围人这都不会太差。哦，让我沾光了呗。你好敷衍啊！你刚才又骂谁呢？你又说谁呢？52级，是夜吗？我什么时候骂人了？太夸张了！我在直播间还敢骂人呢！我现在每天1000块钱礼物都收不到，我还骂人？我看你今天收满了1000多块钱呢，那么多的那个浪漫热气球，太浪漫了！好家伙，给我热死了都快！热气球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关个窗户。对，那个家里那窗户一定，哎。那我上升什么呀？我上升，你上升射手啊！太会射了我！怎么说射手是什么？射手是怎么个事儿？能判断出我什么？我天平上升什么玩意儿啊你？什么呀？你好好不是射手？哦，那我射手怎么了？不是会射的手，不是，怎么说？不是，但是。
你是要疯吗？什么意思？我射手怎么了？射手座哦，星座是吧？行行行，嗨，这事儿闹的我还吓我一跳。嗯，那怎么着？射手座能是什么？代表什么？射手座。嗯，射手座。哎，射手座和摩羯座是一个系吗？哦，不是啊，你可太夸张了，你别老这样了。我怎么？哎呦，30多岁男的就不能收敛一点吗？行，那你这个星盘怎么着算的？是，你知道为什么20多岁都不喜欢，都不能找30多岁？你这就说的话太敷，太……哎呦，谢谢爱，谢谢水宝，谢谢爱水水的嘉年华，谢谢爱水水，谢谢爱水水，好久不见了，我的天哪，这个啥？哇天！受宠若惊，谢谢入木七分的热气球。你说呀，怎么了？星盘怎么个事儿？就是觉得还不错啊，还不错，我会加油的。就我看我的星盘还不错哎。行，那你明天带货加油。你明天不是带货吗？哎，随意一点吧，就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。嗯。但是我的直播间的衣服快来抢啊，快来抢啊，快来抢啊，快抢啊。哎，但是你不觉得你有一个特别亢奋的媳妇儿、哦、就让你自己都变年轻了吗？我太年轻了，我天天谢谢漂泊的小羊，我年轻了，我这好家伙，这天天行，我还能学到新知识，真开心。感谢大家给歪哥送的礼物，你看这么多给你送礼物的呀！谢谢加油大头的，真爱你。哦，我看我太开心了。射手座是不是还可以啊？因为我对射手什么的座好像不太了解。我也不了解，我不擅长。哎，说实话，你这个星座里最喜欢哪个星座？天蝎。是不是觉得天蝎座还比较好？太好了，我的天，谢谢叮当的。就是不说天蝎好、哎、是不是就被那什么了？天蝎记仇。天蝎肯定记仇啊。天蝎就是。但天蝎容易上头啊。天蝎。就往死里弄。天蝎座的人你对他好他会加200的对你好。对。你稍微有一点烦死了是什么？天蝎烦死了吗？我觉得天蝎座的人特别仗义，太仗义了，太仗义了。嗯，歪哥吗？射手渣男吗？哎，我妈要是晚生我几天，我就奔天蝎了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你看这事闹。哎，卢卡斯好像也是天蝎啊。对，卢卡斯也天蝎。听说男天蝎和女天蝎和天秤座好像美女帅哥都比较多。嗯，确实是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我上升天平，你上升射手。嗯，我回去得想想射手座都什么样。你研究研究，你快研究研究射手是什么个事儿吧。天秤座也渣男吗？他还行。根本不。对。明天想买服装的记得来樱桃布丁的直播间啊，记得买鲨鱼裤啊。买鲨鱼裤，买。真的。真买。我告诉你，上回有人来我直播间说男生能穿鲨鱼裤吗、啊、我真的说不能穿，因为它会影响发育。那别穿。是不是啊？那不能穿。是不是、啊、没有什么事比发育更重要。1:30晚上7:30记得来樱桃布丁的直播间哦。发育见不散哦。发育最重要，太需要发育了。唉。所以男生们尽量别穿。不穿。男生不穿。嗯。明天你来吗？我来，我就在你直播间看看那鲨鱼裤是怎么影响发育的。我明天你知道我的直播间最好的是什么？我的直播间有各种身材的
就是女生、男生，我这就胖的、瘦的，而且我明天的模特有，跟我一边高的1.63米的，然后120斤的，然后给大家更多的去选择。哟吼，好家伙，找了120的呢。行，行，不错，可以，你要来吗？记得来哦，记得来哦，记得来哦！我来，都保镖吗？保镖在啊！我他上不，他可搞不了。有高个的吗？JY 圈大师赛，哇、哦！哎，我以后能不能找找男模啊？什么玩意儿？找男模？他们说杭州你等会儿，好找。我问问，你说找的男模是喝酒的那种陪酒的男模，还是那种穿衣服的男模特？还有陪酒的男模呢？他是怎么样？喂我酒我吗？不知道，我也不懂啊，你不懂吗？我不懂，那有没有女的陪酒的呀？我都不喝酒，你不喝吗？我不喝。你去过吗？没去过，那你怎么知道有男的陪酒的呢？你说这个男模就是陪酒的，是吗？男模不是陪酒的，男模不是看的吗？那也什么有胸肌的吗？行，也行，不是，你是去找直播间里面穿衣服是吧？你可别老把自己套进去了。你是找男模特是吧？行，你找吧，没关系。你找点吧，找点，我不拦您去找吧。但是，这个可以的。你找你吧。知道我的性格啊，我比较喜欢，你知道咱俩的星盘里有一点特别厉害，你知道是什么？星盘全告诉你了。全告诉我了，我而家且完了，有一我这个点秘特密别全神告奇诉的你。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丸子，你能给我拿一下我手机吗？你知道咱们俩的，就是婚恋，都是水瓶。都是水瓶。对，你明白吗？你知道水瓶座的人找的都是什么吗？可找的都不是那种正常的。你怎么知道的我呀？认识一个叫水瓶座帅哥的人，他反正就不是很正常。不是，你接着说你的那个，你说。不是那个水瓶座。你好好，就是你看啊，就是婚神，咱俩都是一个，都是水瓶座。九七跟我说了。因为我不会看星盘嘛，他就跟我说：“燕儿姐，你去看看你的星盘的那个婚神是什么。”然后我说是水瓶座，哇，也太准了！我说怎么说？他说水瓶座的婚神，你知道是什么？天才。水瓶座的婚神是天，不是，就是婚神，它是12星座。我的婚神是水瓶座，盯在水瓶座的那个点上了，会呀，我太会点了，然后是天才，还是个天才，是点天到天才，才那个点上了，对，就好是家我找的伙，人是个天才，是个鬼才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我吗？我是个鬼才。那我找谁了？我是个鬼才哦，我还不是天才，我是鬼才哦。哎，就天才鬼才嘛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恰恰但是，你的婚神也是个天，不是，也是个水瓶座，也是个天才，樱是桃姑娘也的。是个天才，好家伙，我的天呐，太然少了，后实我属看门完当咱俩户对了。合，你知道吗？他太门要当户对合了，盘呢。我看完咱俩合盘之后，我靠，我一下就更懂了。你知道他说了一点吗？就是他说的是，就是我们俩的婚姻当中的，就是找的对方是太契合了。就是你知道水瓶座落在水瓶座是什么吗？就是天才。非正常人，或者是有一些
精神上的一些无法正常人理解的，脑子有病呗，就是。对，或者三者都有。结果，我觉得咱俩，你知道为什么在有些方面那么不合拍，但是又能过这么久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脑子有病。精神的，咱俩是灵魂伴侣。灵魂伴就是两个神经病在一块儿，侣。哦。你困啦？啊，没有，没有，正兴奋呢，正兴奋呢。你知道吗？叫灵魂伴灵侣，魂伴这侣。是两个鬼才，两个天才。嗯，嗯。你知道我是什么？就是我擅长是什么？你擅长灵魂，那你擅长什么？肉，不是，我擅长伴侣，我擅什长么？陪伴，陪伴，我擅长陪伴，陪伴，伴侣，我擅长伴侣，你擅长灵魂，灵魂伴侣，行吧。嗯。真的，你加油吧。我加油。你别唠肉体的我啦！没哎说呦啊，我没喂。说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我洗澡睡觉去了，我睡觉啦？这，我这真的吗？对。哎，要这样说的话，我觉得你也应该是个天蝎座。我有天蝎座啦。不是，因为天蝎座的人在意肉体啊。我不在意肉体，我就在于这个精神层面的，我不在于肉体，我睡觉了。天行，马直播间聊那你会儿。明天那个带货加油啊！对，女生记得买鲨鱼裤哦，记得买鲨鱼裤哦，重要事情说三遍，你说三遍真的。啊，好嘞。鲨鱼裤也太，就太显瘦了吧，是不是？我走，行但是不过，歪哥。有一点，加油吧！加油！明天争取第一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乱宰他们，真的吗？他们都废了。能不能当第一？哎呀，这你就看着吧，明天有时间你什看。么？这怎么还说上快商号小歪训练了？快点播关注，卡个牌子，我好不训练，我吧？睡觉。就我出去玩，不是，你要走啦？我不出去玩，我就睡觉。真的吗？你明天能不能当第一啊？我乱当，我就已经是第一了。哎，他们都让你上号，上什么号啊？他们可能让我上英雄联盟手游号吧，我也不想上。那咱们俩一会儿还聊天吗？不聊了，得早点睡觉，你得早点休息了，你明天还有工作呢，你得早睡。我肯定是想聊的，但你得早睡。哎，他们怎么还是让你上号啊？我不懂啊，有什么上什么号，我不根本就不上号。真的要上号吗？真不上。就他们就觉得就是媳妇儿和事业就是选事业呗。选择休息，人要休息，要早睡觉。你真的要休息吗？要休息，要睡觉，困得不行了，睁不开眼了。哎，我看你直播的时候上玩英雄联盟也没有那么多人在看哎呀。呦，坏了，我得长闭口了，我得赶紧卸妆去了。你看看，嚯哟，你一不在家，你看我这皮肤就不行了，我得赶紧卸妆去了。这个上号是你们的秘密吗？你们都把歪哥，哎，你们有这样就说的吗？就不，是又上号，上什么号啊？上不了号。哎呀，我就赶紧卸妆去了。哎呀，真是，兄弟们，你们在说什么呢？哎，你听不懂，我都不知道他们聊什么玩意儿。你和谁一组啊？我们组啊，英雄联盟手游啊，是吗？你能告诉我上号是上什么？不是，他们肯定是要让我上英雄联盟手游的号啊！不是，
是，哎呀，他们都等我训练，但我跟他们不训练，我不想训练。要出去啊？我睡觉，我出去干嘛呀？大冷天的，太夸张。四等一，你你懂说，吗？你们上这来劝，没用哎，我也不想当那个坏人，啊。是不是？长难等他呢，哎呦，长难等你呢，我看一眼，一会儿。谁的直播间能看到你玩啊？哎，我不玩，睡觉，玩什么呀？我的那实你一会力儿不看如。见了呢？哎呀，不可能！你看见了，你拿你围我十万就完，我不可能玩，我这很困，我这实力已经不用玩了。我昨天晚上我不玩了吗？哎，我觉得他们都垫飞你呢。哎呀，他们还想挑拨离间咱们俩的感情，那不可能！哎呀，你又不傻，你又不会被他们垫飞，你又我不会被他傻们。呀，你不傻，你是天才，你不傻，你是落在水瓶座上的点儿，你不能傻。我回头把星盘给你，好你自己嘞，去看，你行，自己去看解读，好不好？真好，的，两个神经病在一块儿，是，哇，咱俩这个太那什么了，别祸害别人了，真的，行，就咱俩自我消耗吧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你真的要上号了？我真的就去卸妆去了。还得洗澡，账号别忘隐身。我得洗澡去了。拜拜。拜拜，我卸下保但姆是下。我一会儿要逮你去了啊。好嘞，你逮吧啊！谢谢喵羊，谢谢车车，谢谢 bug，谢谢 hola，谢谢漂泊，谢谢遗忘，谢谢真的咕真的，咕你出去咕吗？咕咕，谢谢风霜，谢谢入室气氛，不出去，不出不，去。这时候我就要做一个聪明的女人。嗯。老公，你不管怎么说，我都相信你。早是，点睡吧啊。好嘞，拜拜，拜我拜，明天带货加油，拜拜。樱桃拜补丁直播拜。间晚上几点来的？拜拜了，兄弟们，我去洗澡了，我去洗澡换衣服了，我要睡觉了，拜拜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明天下午见，拜拜。